广州的电传回来了，徐州因参与贩毒走私，广州公安局已向国际刑警组织和全国发出了通缉令。这么说，冯小月如果想做这笔买卖的话，是很容易搞到货源的。那刘队长会很危险？恐怕不光是危险。喂，我是于芳。刘刚呢？不知道，他把小兰交给我就走了。喂，哪位？公安局值班室吗？滨江公寓。滨江公寓，你是谁呀？喂，喂，滨江公寓201不是冯小月的家吗？没错，通知小静出发。是。进去搜查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也。冯小月死亡，二条死亡。马上请法医进行指纹鉴定。对不起的队长，请跟我回局里说清楚。你听我跟你说，雨芳，回去再说。追！刘刚呢？走。
地方你看，啊，这小子从这儿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坐电梯，我从这儿下去。行吧，从电梯下吧，走。不，咱们俩面堵，这小子鬼着呢，说不定中间又钻窗户了。去，好吧，走。别下，电线不够长。刘刚，你没下去？ 我要下去，我摔死了。啊，看来我还得谢谢你啊。不过你还得跟我走。玉芳，屋子里的人不是我杀的。我也希望是这样。那你现在最好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抓凶手。凶手？我知道凶手在哪儿。快点，晚了来不及了。你不是想找个机会开溜吧？我看你这辈子大概不会有什么长进了。手铐给我。 拿过来。嗯，这回放心了吧？哼，快走！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